大家好，今天是小年夜，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向台湾人民以及全球各地过农历新年的好朋友拜个早年。去年是辛苦的一年，我记得也是从农历新年开始，疫情陆续扩散，全世界的人们生活都被搅乱了。今年随着全球疫苗的施打率逐渐提高，希望不止台湾生活如常，全世界也可以恢复正常。对于疫苗的取得，我们采取外购与国内研发双轨并行，先取得的疫苗将会让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和必要人员优先施打，后面陆续到位的疫苗也会逐步规划施打的顺序，让大家都可以受到疫苗的保护。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在国外的台湾人无法回到台湾过年，也有一些朋友现在还在集中检疫所或防疫旅馆隔离。我要谢谢大家的配合，也要在过年的时候来问候大家，祝福大家不论身在世界的何处都平安健康，万事顺利，等到疫情趋缓都可以恢复交流，一切如喜。当然新年都要许愿，我希望今年所有的台湾人民都像去年一样团结真有力，我们一起来扭转疫情，扭转乾坤，经济更繁荣，景气更昌旺。祝大家新年平安，新年平安，客家乡亲新年恭喜，西海太平安。有许多讲粤语的朋友，过去一年谢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脸书，我也要请你们相信，民主制度也许不完美，但依然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请大家抱持信念，不要放弃，也跟大家说一声生年平安。最后祝福全球的华人朋友都有一个美好的农历新年，也祝福全世界的人们新年快乐， Happy Lunar New Year。